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练习的呢，都是属于你的协调性的运动，所以待会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尽量跟着我的速度，跟着我的动作。如果你发现动作长得有一点点奇怪，也不要停下来，接着下去一起练习哦。那我们就准备好水，准备好垫子，准备开始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一点点扭转的动作。扭转的动作呢，会帮助你的体内循环，转动你的身体的同时呢，也会按摩你的内脏。所以一开始呢，我们先用手帮忙，把你的右手放在腹部的上面，左手放在下腹部，让身体慢慢的往右边扭转。手可以帮忙稍微拨一下你的身体，再回到中间，往外扭转，再回到中间扭转，再回来。记得这个动作，等一下我们要加上手的动作，两只手上下交换，让一只手放在下面，一只手放在上面，背往上提，让身体扭转。记得手要用一点点力气拨一下你的身体，再回来，再次拨一下你的身体，腹部、胸口、肋骨跟着一起回到中间，最后一回拨开，回来一样的扭转，借给我你的双手往外打开来，背往上提，身体往右边扭转。记得右侧的身体、胸口、肋骨跟着一起回到中间，相反边扭转，再回来，两边轮流，一边一回。记得你刚刚手拨着你的身体有一点点用力吗？你的腹部、你的胸口都要跟着一起转，但是臀部不能跟着一起，保持在中间，眼睛看向后面的手，回到中间最后一趟，将两只手放松，双脚借给我们来到一个椅式，将两只脚并拢在一起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，双手帮我合掌，手伸直，手来到大腿的外侧，手臂往下，大腿往中间夹，在上面的手往上打开，一样的身体动，臀部不动，回到中间，吸口气，手脚一起向上，相反边吐气，往下弯曲一式，脚尽量保持夹紧不动，手臂往上，身体往上，再往下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向下，扭转，往下放，最后一回，另外一边往下蹲，记得膝盖保持平行，不一前一后，骨盆保持稳定，手臂往上，再往下，往上提，将两只手打开来，我们来到弓箭步，脚一前一后，膝盖弯曲，把你的右脚放在前侧，左脚放在后侧，将两只手来到地板，将膝盖弯曲伸直，先帮我活动一下你的髋关节，活动一下大腿，来到一个你觉得可以停留的位置，将左手来到地板，左脚在向后，右手找到你的大腿，先推一下脚，把身体推起来，让身体扭转过来，觉得还有力气的人再帮我把手臂往上，稍微停留，肩膀请你远离你的耳朵，吐一口气，手放松，我们在底下换脚，把左脚往前踩，右脚向后，
大腿上下活动一下，感觉一下这个脚今天的力量和柔软度如何，选择待会你要停留的高度。不同手不同脚放在地板，首先找到大腿，推一下你的大腿，身体先转，觉得稳定了，有力气了，再帮我放一只手，吐一口气，手放松，把脚轻轻的跪下来。我们让身体，让双脚稍微休息，待会呢会来到一个弓箭步扭转加上平衡的动作。如果你觉得不稳定，你可以选择像刚刚一样把手臂放地板或者是大腿。那我们一起来咯，两只脚先帮我往前来到前弯的位置，双脚伸直，手放地板或是脚的上面都可以，将膝盖弯曲，手往两旁边打开，带着身体起来，往上提，左脚向后撤，弓箭步，前方的右脚弯曲，手合掌，背往上，身体帮我往右边扭转，将左手放在大腿的上方，手掌心往中间互推，脊椎往斜上方延展，有一点点摇晃是可以的，但如果晃得太大不稳定，记得手可以放到地板。吐一口气，先把手放下，把脚收回，经过前弯的位置，膝盖弯，手打开往上，背往上，相反另外一只脚，弓箭步的位置，一前一后，手弯曲合掌，来到胸前，身体扭转过来，手放在大腿的上方，掌心要互推，两只手都要用力，所以不能只有上面的手用力哦，双手都推。不稳定的话，一样手可以放到地板，很好。吐一口气，把手放松，将膝盖轻轻的跪回来。我们来到坐姿，把两只脚弯曲，一只脚放在前面，一只脚放在后面，让膝盖尽量靠近膝盖，以臀部为主，所以如果你的脚放得很过来，但是屁股翘起来的话，请你要把脚缩回来一点点，或是踩着地都可以。臀部做好了，膝盖摆好了，小腿还有空间吗？再帮我往前推一点点，让身体向前，额头靠近我们的膝盖，双手往旁边打开，提醒自己屁股尽量坐下来，再让身体回到中间。一样的坐姿，我们要加上扭转，双手合掌，背往上提，手放在大腿的上面，跟刚刚弓箭步是一样的，双手往中间互推，下巴帮我微微的收进来，将身体回到中间，再试一回，往上扭转，手放大腿，尽量让合掌的双手来到胸口的位置，扭转我们的身体，好，让手放松，身体回来，两只脚交换，一前一后，膝盖稍微打开来，小腿放下，两只脚往外拉，留意一下以臀部为主，屁股尽量坐下来，小腿往外延伸，还有空间的话脚再往前走，手打开来，
额头靠近你的膝盖，身体向前，在你可以的位置就好，让身体慢慢的回来，双手帮我合掌，背向上，身体往另外一侧扭转，手来到大腿的上面，两只手往中间互推，往斜上方，下巴微收，这样身体回来。如果你的脚没有办法走得那么远，变成踩着的话，手呢，请你帮我抱住脚，臀部坐下，身体扭转。再让身体回来，把脚解开来，我们要慢慢的躺下来咯。帮我抱着一条腿，让身体往下躺。将双脚帮我踩在地板上，最后我们做一个轻松的扭转，手放在地板上，膝盖往左往右，头跟脚往相反边。这个动作呢，除了扭转之外，同时它可以放松你的下背。如果你常常觉得腰酸背紧紧的，可以躺在床上做现在这个动作。我们让身体侧躺一边咯，将脚踩下地板，臀部稍微抬起来，屁股往旁边摆，身体手脚一起侧躺过来，打开上面的手，经过你的身体稍微拨一下，手再往外，头看向手指尖的方向，肩膀放到地板，将手慢慢的收回，回到中间，相反另外一侧，脚踩下地，臀部摆过来，身体侧躺，把手经过你的身体，慢慢的打开，调整肩膀的位置，将手臂慢慢的收回来，将身体躺回到中间，再次的放松膝盖，头跟脚往相反边，做完刚刚的练习之后，是不是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一点点不太协调呢？其实协调性也是需要练习的，常常练习你的头脑跟你的身体连接，就会比较顺畅一点点，比较顺畅，做起运动来也可以达到更多的运动效果。除此之外呢，也比较不容易跌倒摔跤，记忆力也会往上提升哦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